好大的鱼腥味，里边关了这么多天都臭了。大尾巴鱼，你要不要去沐浴？我一定好好伺候你，绝对不亏。水虽然少点，但总归是有水的嘛。来吧，怎么样，有了水心情是不是好了一点啊？只要你能原谅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你们道歉的礼仪还真挺特别的。喜欢吗？来，亮进去了，我帮你。哎，来。父亲说，岸上有心思狡诈的恶人，贪图鱼尾。你们这些鲛人真是，就这么看中这条华而不实的尾巴？他生气了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你之前给我沐浴，我也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你。我一定要跟你那天做的一模一样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别别，不要！我愿意和你一起留在岸上。万一我不值得你的心？鲛人只听这里的声音。一个女子不敢面对一个男子的时候，八成是喜欢着他。